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来看看小王最近都买了点啥。我每次拍这种想跟我分享的，或者说我最近买了啥，我就可开心，我可喜欢录这种视频了。有很多姐妹想看我出门玩时分享嘛，你们都知道我平时最爱戴的就是这种素圈了，我戴这种素圈最多了，因为素圈是真的百搭。然后我也没有啥分享的，因为我的耳饰都非常便宜嘛，然后买的也比较少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耳饰，我之前也分享过了哈，然后给你们讲我耳朵上这个耳饰的话，它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二三十，反正他们家的那个价格的话都是非常便宜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就是钥匙也很多。我耳朵上现在戴的要比我平时你们看到我平时戴那种要大一点，我平时戴的是10毫米的，然后他耳朵上这个差不多有13到14吧。它其实是一个挂钩式的，后面是镂空的，但是它正面的话就跟正常素圈一样。它虽然简单，但是非常显气质。就是一个小小的耳饰，你感觉不起眼，其实它起到穿搭大作用了。还有很多姐妹说，我打了板面，我打了几个月，我的耳朵一直还流血。那有可能你买的是铁的，你买这种硬质的就不会。你们去买这种硬质的，就完全不会过敏。你看他们现在这种卖项链的、卖耳饰的这包装，我感觉这包装可好，我收到之后心情都可好。看我买这项链，它是一个这种双层，这双层的话就会比较有设计感一点。其实我买的这种的话，它就是适用于任何衣服，上面那条就比较偏休闲一点，下面这个就是比较温柔一点，这两个放在一起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项链一点都不廉价，我觉得都可值了，就20-30块，我觉得都可值，可会买。搭这种休闲装也老好看了，我没忍住，我这已经拆开了，我当时想拍一期那个拆快递的，但是它就是陆陆续续好多都不到嘛，都在半路给停住了。橄榄绿还是墨绿色，就这个颜色感觉可高级。我真的今年非常喜欢入这种小包，我今年都没有入太多大包，就你们说什么托特包了，我今年入比较少，我今年入这种腋下包比较多。这个包颜色很高级，它还是一个牛皮的，这一会儿出去聚会要换包了，朋友们，两个倒腾着换。脸漂亮，这是金色的，我想这种金色的屋顶的话，它那么好看吗？会不会回来太廉价呀？因为我平时买的话，这边都银色比较多。重量挺大的，就装手机，然后这种装一个这种首饰盒，完全没问题。里边送了一个烟枪的剪胆，在这边剪上去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斜挎样子是啥样。我觉得这个包包颜色更适合秋冬背，很好看，就很高级。满爷的烟线杯跟它的这么高，它这个好用一点就在于你想让它滑稀就滑稀，想让它滑粗就滑粗，你如果想滑下睫毛的话就这样轻轻的给它瞄，这种的话就是滑的会比较稀。然后你看这种，然后你这样皱，我穿了又一会儿了，它这个透就是完全不分叉，你就是放到哪儿，放个一年半年的也不会干，就是你在出来用的话给它甩一甩接着用，非常的好使。而且它不接款，这一年比真适合我，点个纸。点了嘛，就是谁脸上太干净点个痣，为什么点痣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他们都点，我点个吧。睫毛膏凑着一块试试吧。他们家的睫毛膏巨好用，特别好用，他们家睫毛膏特别好用。我是先知道他们家的睫毛膏，然后又知道他们家的眼影液，他这个刷头超级密，超级细，很香。看，我就适合这种淡淡的妆，我不太适合太浓的妆。换个位置，然后再来回这个吧。这个。我还没拆呢，这个是 UKase 的那个 PR 给我寄的，让我看看是啥。做博主真好呀，姐妹们，靠着用那个 PR 给寄东西，可好了，他们都可好了。怎么开的？哇，看是啥样的？哇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有一种拆盲盒的快乐，老铁们。UKase 谢谢你，我老喜欢了。哦，这个是睫毛，这个是睫毛膏。哦，这个是睫毛膏。哦，这两个应该是就一个睫毛膏，一个睫毛打底吧。他们家的睫毛膏跟睫毛打底也很好用，我之前用的就是他家的。哇，看，这个是个红色的坠儿。这个是个唇釉，我不涂了，我先不涂了。收集课，哪个？太累了，我不说话了，行吗？我刚才夸太多了，我这节能这样展示一下，行不行？来吧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
侧边是透明的。这个就很可爱。这种皮鞋真的非常好看，上脚非常百搭，而且我觉得这个质量配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值，推荐给你们了，兄弟们。这个鞋底差不多有五厘米，然后做工啥的也挺好的，也不绊脚。如果可能买大了，又稍微有一点点不跟脚，你们把鞋底稍微挤紧一点就行了。要不要上脚看一下？要是吧，行。水衣，是我买了好几套，我本来出测评的，但是其他那几套我也觉得质量不是特别的过关。这套实物的话是一个那种淡紫色，紫粉色，很舒服，很轻。这套垂感也很好，好像没有了吧？要是再有的话，我再找找吧。如果还有的话，我再给你们出一期。主要是很多快递还到不了，我至少得有60个快递还在路上了。Thank you.